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靓靓班长的频道。我前几天见到 Facebook 有一个群组叫做 HKB 笑笑无烦恼，在这个群组有些人会发贴出来，就是将自己的照片贴出来，就叫大家帮他 P 图的。这么好玩的东西我当然要试一下了，我就拿了一张我穿肚皮毛衣的照片，就放在一个贴里面，就请大家帮我 P 图的。我就读一下我的贴给大家听一下。昨晚发现这群组很搞笑，请各位大大把我 P 靓一点，请给我得意搞笑独特的背景。 P 图目的是哄我开心引我笑，而不是令我不开心的内容。 P 得最好的几十位我会拍 YouTube 片介绍，大家开心下。我希望你会把我放上音乐盒，像音乐盒公仔绕着音乐盒旋转。我不喜欢那些，我会隐藏回应的，我隐藏了很多图，结果我收到几十幅 P 图。我会将这些图分为几类，第一类就是我不喜欢的，有些个主题我不喜欢啦，有些 P 出来不漂亮啦，我不喜欢啦，咁所以呢那些图我就会写住谢谢，但我会隐藏幅图，但是幅图只是会对我隐藏的，其余的人仍然可以看到幅图的。所以大家如果去这个群组找回我这个贴呢，大家仍然就可以看到所有我隐藏的图的。第二类就是将我 key 入去一些背景度，咁整体来讲 OK 啦。第三类我觉得靓的好特别的。第四类就是影片，我现在就将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类的图和影片给大家看下啦。首先就是我认为 OK 啦的 P 图，大家在图的左下角会见到哪个 P 这幅图的，而这个也是他在 Facebook 的名字。铁红就将我 key 入这张图里面，虽然我们跳不同的舞，但我相信大家都一样热爱舞蹈。弄清这张图呢，就将我 key 入一个花海里面，我就在花上面跳舞。张色就将我带上顶峰，我差点就掂到够云的了。赖威力一定是金融的粉丝啦，他竟然将我摆在笑傲江湖的封面度。CW Low On 这个背景，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来的，如果大家知道的麻烦告诉我。Mike Miller 用的背景都很漂亮。我看到这张 Cherry Chan 帮我 P 的图呢，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不要弄湿我件毛衣啊。结果他立刻 P 过另外一张给我，这张背景就好一点，不会弄湿我了。乔木就呼唤了大军出来跟我跳黑舞。 Slowly Leslie 就将我放在蓝天白云之下，还帮我拉高了几寸。 Alvin Lam 就告诉我原来我是孖生的。 Jerry Cherry 就说机牛特战队满了。林雅晴带我去游巴黎铁塔。 Edison Lee 就告诉我原来我懂波动拳的。Alvin Lam 就告诉我原来我懂滑浪的。我还问他黄色衫那个什么人来的，跟着他说被卷走的人。如果不是小鬼爱哭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原来我有四只手的。看完 Cash Liu 这幅图，我的感觉就是想怎么样啊。陈凡恩就说环环你又调皮了。大家知不知道他说什么？如果大家听得明白的，麻烦解释一下给我听。威强欧阳就说很强的钢管舞者，当然强啦，倒转来跳得。力士真是厉害，美女与野兽都出卖。龙青带我去看日出。代春就带我去看自由神像。陆飞就说给我听原来我都适合在办公室工作的。杨炳元就将我变成一匹马，即是叫我做牛做马。 Aquarius Low 我就觉得他带了我上天堂。跟住我想不到不用饮 Red Bull 我都有一对型。眨下眼陈凡恩就告诉我已经到了秋天了。陈凡恩就说这一张叫做微微，微小个微。香雪就说这一张叫做花舞，一朵花个花，舞蹈个舞。崔千汪就整了这张本月舞蹈之冠，
恭喜熱烈祝賀 Anna 成為本月舞蹈之星，哇哇哇哇就整了一張焚身衣服給我。威國就說帶我去韓國，羅斯爾子就說這一張是沙漠之舞，我選了11幅作為精選 P 圖。 Pastor 愛情就帶我上擂台，我就問他我打贏了誰啊。 Moon P 就將我變成了一隻蝴蝶，我看到之後我覺得很特別，因為我未見過可以將人 P 到這樣。陸飛就將我變成未來戰警，有兩套盔甲，這一套是第一套，這一套就是第二套，跟住就幫我換埋衫。陸飛就將我擺上去音樂盒，我見到呢張相我都好鍾意，我就話如果我可以好似音樂盒個公仔咁樣旋轉就好啦。 Sanlo 就話愛情丘比特又嚟亂射箭啦，大家快走。 Aquarius Low 呢一張我簡直唔知俾咩標題好，大家幫我諗諗。陳飛這一張真的太搞笑了，我竟然是這麼像麥當勞薯條的嗎？江油郎這張當然是嫦娥奔月啦。我說真的，我覺得這張真的整得挺漂亮的。這一張是來自 Aquarius Low， 我都覺得這一張很特別。接著就是一些影片。多謝以下各位為我製造影片，包括 Aquarius Low， 他幫我製作了五條片，鐵絲就為我製作了那條框框的片，陸飛就製作了會旋轉的音樂盒給我，我很開心。在這條片我想多謝各位曾經為我 P 圖，無論是圖片或者是影片的人，多謝你們，因為這些圖和影片都帶給我很多歡樂，所以我都拍條片出來。首先是多謝大家，還有我想分享給其他人，希望他們看完都覺得開心。上個禮拜我參加這個群組的時候，我記得是有17萬會員，估不到現在眨下眼就已經有25萬會員了。我之後都會找多幾張相片給大家 P 圖的，到時大家記住幫我 P 多些， P 得得意一點。今集的內容就到這裡，多謝曬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！希望大家會訂閱我呢條頻道，訂閱係免費嘅，即係好似一個書籤咁。下一次我有片出嗰陣時，佢會通知你嘅。咁亦都希望大家會多啲點贊啦，即係俾個 like 我啦，同埋多啲留言。我嘅頻道自從2023年3月已經開通咗頻道會員，我希望大家都會支持我噶。如果你看完我的片，你觉得你想实质上支持我的话，你可以成为我的频道会员。频道会员的会籍是维持30日，你可以随时取消，但是已经付了款的会籍就不可以退款的。多谢大家来看我这一条片，希望大家会继续支持我。我很需要大家多些来看我的片，给多些 like 我。多谢大家。我们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